在这几年我们这样子看，就以前我们比较我自己啦，我不是说一般，就以前我自己本身是比较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看解放军空军的变化，因为我本身就本身对这个比较不敏感。你不是做情报的，你是做，对啊，因为我不是做情报，我只是观，对，我是观察这个。但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那我警觉到可能台湾的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的危险，所以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的真正的军事实力到什么程度。但我必须说，我以前真的是对歼十这种飞机过去低估了，因为 F16 是，但我那时候官校的时候 F16 这样引进来，我们官校毕业以后就有同学去飞 F16， 所以对我们来说 F16 就是这种空战灵巧的象征，全世界最好的没有之一，万用战机。对，它就是一个操，它讲求的就是操控性，它就是一个操控很灵敏的飞机，它就是一个打架用的飞机。然后这几年其实看下来，我觉得可能 F16 还是很好，但后面歼十在慢慢追上来。那过往我们在海峡的，我们在讲海峡两岸空优的载制能力，就取决于飞行员的训练，再来是设备的好跟不好。那以前我们在学校经常会被告知说，解放军的飞行员因为经济不好嘛，所以他们的训练时数比不上我们，所以他们的飞行员的素质是低于台湾的。那我们的飞行员因为会去美国受训，所以我们有得到西方很多新的战术战法的训练，所以我们的飞行员应该是素质远远超越解放军的飞行员。但我过去有这样子的概念，但这几年这样子下来，其实我发现这好像不太适用在现在，可能过去几十年前可以，但现在应该我觉得即便我们没有远远超过对方，现在对方应该跟距离我们的水准也相差不会太大，我必须要这样子说。为什么？是什么样的表现让你有这样的感触？比如说我们在看解放军的军机的发展，他从歼十一从米格机进来，到苏两栖进来，到苏两栖的国产化，到后面的歼八、歼十到歼20，这个发展是他每次跳一阶，都会比前一阶高很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就我们，如果你单看一个机型去做比较，你真的感觉不出来。但是你把时间轴拉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中国大陆它在航空技术上面的发展，它是不平滑的。就我们知道一个科技或工业的发展，它是一个逐步成长的过程，对不对？但是我们这样子看，他们是每次都跳一阶，那它的每一阶都比前一阶，它的每一阶都比前一阶还要高，就有点像那个原子核能里面的那个原子的跃迁一样。他每一次都会跳一阶，每次都跳一阶，而这个是需要有很大的动力在支持。你觉得他每次他迭代的时候，你觉得啊，这是一个陡升段？结果他每次迭代的时候都是陡升段。那再来是好武器装备，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再来是解放军这几年不断的在强调实战化，这实战化的训练，我很注意这个细节。就为什么我会特别把这个一个航展呈现出来的内容，因为你去做这样的动作都是附带高风险的，就一个单环，你可能在这个操作过程里面不小心高度掉太多，它很容易，因为很多航展都出过事，它可以这样子做，这个我觉得我们空军都不太敢做这样的尝试，但是对岸已经把很多东西不知不觉的跟实战结合在一起，这让我觉得变化很大。
好啦，这个以上是中共同路人邱世新的告白。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朋友就自己上央视军事的频道去搜寻吧，因为我们不能直接播出，它会有版权的问题。对，那我们每次讲这些，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对，但是因为《孙子兵法》关注啦，对，孙子兵法里面讲的，就是你必须要认识你的敌人，认识你的对手。但我们花这么多，我们并不是歌颂说解放军如何如何做，我只是想要让大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就是假使就不要，因为我们以前过往都一直讲解放军的空军，他们训练不足，他们的飞机有很严重的问题，他们很多就听起来这问题比较多。但是你把这些问题如果拿掉以后呢，因为两岸其实同文同种，就是我们的飞行员的程度，我们能够达到什么程度，他们一样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这不可能，对方就不可能一直都输给我们。而且资源的量体实在落差太大了。对，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就是民进党政府在强调抗中保台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防空识别区都要什么升空去半飞飞弹追歼，那个时候立法院还特别编了一笔预算去补贴人员的加班费、零件的汰换、燃料。我之所以这样讲，是我当我们去看这几年解放军空军的这样子的进步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这几年给空军多少支持，给空军的飞行员多少的支持，给甚至给就是我们的预算分配上面，或者是我们很多国家防卫的策略上，我们是不是有一丝丝的急迫感在空军上面？因为对现代战争来说，空军输了，其他军种就不用打了。嗯，对，那我自己是很急，因为我觉得以目前这样子两岸的空军军力的落差，在这样子落差异差差就差距在这样子继续拉下去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压力只会越来越大。资源啊，我觉得资源落差真的太大了。好，来吧，单环讲完了，来，再来是另外一场比较大的亚洲年轻男性的偶像，对对对，因为北韩的阅兵，那绍义谷也在场，然后中国也派代表去。那我们在这场阅兵里面，其实我们看的不是场面上的东西，我们是看这个阅兵本身代表什么样的意思。但在这个阅兵里面，它同样的也传递了很多讯息，就跟长春航展会释放很多讯息给外界。北韩的这场阅兵，它同样会释放很多讯息。那这个是政治上面的讯息吗？对，这政治上的讯息。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在强调说，就是说什么北韩是不是有可能参加乌克兰战争？老师觉得这有可能吗？不会，因为俄罗斯不需要，不需要。俄罗斯也不想要欠北韩这个人情。嗯，因为这个人情欠下去很麻烦。但是他们在军事上面的合作会更紧密。北韩能够提供俄罗斯什么样的传统弹药？传统弹药，对，传统弹，但是我觉得实际上是操作起来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北韩往俄罗斯的铁路现在大概天上都有美国的侦察卫星一直在监控。那因为北韩被制裁嘛，所以北韩其实对外的所有交通可能的交通都被美国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这个名义给封锁了，要不然就是会有一定的各个国家都可以监控北韩的，所以你真的想要运一列火车的炮弹给俄罗斯，这是不可能不被美国发现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未来也许会有，对，因为之前俄罗斯没有提到这件事情，那现在绍伊古去了，我觉得双方会开始谈这个部分，再来是。北韩现在很需要俄罗斯的太空科技的资源，因为北韩一直想要发射自己的人造卫星，但是它的人造卫星的技术还差一点点，那也许俄罗斯会在这个部分给它关键的帮忙。